伯恩茅斯 VS 水晶宫，比赛时间北京时间10月2日3点。比赛性质，英超重要伤停无过往战绩，双方近七次交锋，伯恩茅斯2胜4平1负，稍稍占优。近期战绩近十场，伯恩茅斯6胜1平3负近十场，水晶宫5胜2平3负。足彩分析，伯恩茅斯上轮客场0-4惨败给伯恩利，周中联赛杯3-2淘汰布莱克本。虽然球队发挥有所起伏，但本赛季整体表现可圈可点，具备了极强的冲击力。水晶宫上轮主场0-0闷平纽卡斯尔，周中联赛杯客场3-0淘汰西布朗。球队攻击点较为单一，过于依赖扎哈的个人能力，数据上压盘开出平手半球中水，主队刚经历大败，双方上赛季交锋都战成平局，目前盘口中下盘有一定吸引力。不过伯恩茅斯回到主场向来疯狂，刚经历惨败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提升士气，本场志在全取三分。预测结果，足彩伯恩茅斯胜，竞彩负一让球胜平负，伯恩茅斯胜平。预测比分2-1 3-1。